我今天来到这个葫芦兰岸的兰花茶餐室，十八村的这边，很多人来骑脚车，正门群的地方。站在大漠半路，前方的长途，细致描述旅行中的幸福。而你的微笑是我欣赏世界的角度，我专注的记得此刻天天的感觉，永不落幕。这山上的公路，那不下的袋鼠。是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你最喜欢的？这个拉丝的饭很好吃的。这是我的。再配一个面包，不是一样。哦，一开就不止。你有拿他盖亚吗？对。他盖好像。他是，想吃多久？吃也不爽，就赶紧吃到这里。能看能看，能看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那讲 yummy 啊 ，yummy。这边也是有马来顾客来吃的，他茶叫面包，叫鸡蛋。吃饱了就骑脚车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所以我现在人在这个是葫芦兰岸巴杜拉班布拉斯的温泉呢、啊，在这边泡脚。OK， 刚刚我们在那个兰花那边吃了早餐，阿西拉玛那个生熟蛋，还有他的面包，你一定要叫哦，因为都很好吃了。OK， 所以我来到这边，距离那边过来大概是一个五分钟罢了，所以我在这边泡脚。然后还可以带你的家人来顺便泡一泡温，泡一泡脚。看看，看看 ，say hello。hello。如果跟情侣另外一半没有东西做，可以来这边泡脚啊。好像这位仁兄这样，很开心。Thank you.